说去。不是、啊、来看看这贴了一些什么。公平贸易，公平，公平贸易与生态绿。这有一个看海，看海你愿意花多少钱？这个是一德语，对啊，两千，对，一千几吧，谢谢。野台岛屿故事讲座，东发条例出卖土地正义与东部永续前景，6月20号已经过了。嗨，不好意思，那今天的就是这个写信，今天这个活动就是写信声援人权的时刻，夏夜咖啡限时批，夏日时动，台南场是7月31日，我们现在这个是这个中山北路是吧，所以今天有两个场。有一段话，写你们的行动，结合世界各地会员的团结与热度，让我终能重获自由，笔墨难以形容我对你们的感激。如果不是这个团结网络，我一定还被关在一个恶名昭彰的监牢之中。我希望你们继续为全世界献于独裁者黑牢中的囚犯们努力，祝福所有写信给我、鼓舞我撑过来的国际特赦组织会员们。愿你们的来信都被经济单位没收了，直到我出狱后才有机会让读到少数从美国寄来的漏网信件，是向我最诚挚的感谢。查德良心犯。被拘捕8个月后，1999年2月5号逝世。